弟兄姊妹平安，谢谢嘉欣传道的介绍。一个更正啊，我不是出生在河南，我是出生在东北，河南长大，东北吉林人，有没有吉林人？哎，真有吉林人，通化出生的。今天是我们华基年会一年一度的差事年会的两星期的开始。弟兄姊妹当中会听到许许多多的关于宣教的信息和许多感人的一些故事，鼓励大家多安静自己，去听、去看、去参与神在普世宣教里面所给我们所说的话。之前还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这是我一家，应该是两年前还是一年前拍的，忘了。那是我太太，梁玉玲，她也在我们华基国语堂博士班那个教会来做传道，那是我儿子罗恩光，今年五岁半的。我神学院毕业之后，之前也在机构服侍，后来也去其他地方参与宣教，09年去了天道的神学院去修读普世宣教和跨文化的研究。那之后呢，就加入12年神学院毕业，就加入了国立福音宣传会，参与跨文化的宣教，一直在学习，看到在西方差会里面学习神怎样使用差会、使用教会，还在前线，在跨文化的环境里面怎样去做传道，怎样去布道，怎样去职堂和一些整全的福音工作，一直在学习，走了不少地方，走过很高的一些的土山路，那车是不能上去的，只靠走，坐车那个轮子跟悬崖就这么近，也吃过炸的那个蝗虫啊，看起来很好吃，吃起来很好吃，不过我胃口受不了，我吃了一颗我胃疼了整整一天，这是在柬埔寨啊，很好吃的。我也在其他地方跟狗抢过食，因为当地吃饭是这样吃饭的，然后是用手抓饭，然后在地上吃，那吃的时候旁边的狗啊就拱你，它要抢我东西吃，我就护着我的食物不给它吃，跟狗也抢过饭。也住过一些江狗，在一些丛林里面的别墅，这个啥都没有，白天热的像那个叫什么烤炉一样，晚上冷的像冰窟一样，一天啊同一天，就是早晨白天非常非常热，热的你根本没地方去躲的，晚上冷的时候就哒哒哒，我觉得我的脚是在一个冰箱里，4点钟、3点钟实在受不了，起来生火来取暖。这是在一个丛林里，也到过村里面的村庄里面给孩子们讲圣经故事，当然了是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拍了一些背光啊，非常可爱的孩子，但什么都没有。也去过，也在尼泊尔的孤儿院里面给孩子们分享一点点信息关于神的爱。也去过也到过印度去牵过牛。我也曾经在印尼走失过，当时一个一些弟兄姊妹带着我要去探访一间教会，但就在丛林里就走失了。我说你们怎么不用 GPS？他说这个地方哪有什么 GPS， 那个地方走失挺吓人的，因为啥都看不见，而且那个地区是非常极端的穆斯林的环境，挺吓人的，很难得的经验。我也在其他地区跟一些在一些部落、一些少数民族的军队里面做制堂布道的同工们一起吃一个没有光的一个晚饭，真是一个烛光晚宴，不过当时是用那种充电的灯来照亮的。也去过国内的农民工的里面跟他们去分享工作，这些农民工很多是生活在非常非常苦难当中，有的是身上有许许多的疾病，有的是甚至是感染的艾滋病，然后我们在当中去向他们传福音，跟提供一些属灵的工具跟器材，使他们神的信息能够在这些不能够进到教会的人当中能够被传开。
我也爬过雪山，那种雪山是上不去的，那车就是带着打滑，上一半你就下来了，因为要不然你就会掉到沟里，要不然你翻了这个雪山几天一个礼拜你会下不来的。我也吃过剩牛肉，那种剩牛肉都是在你去藏民家里，他给你一块肉，给你把刀，这是招待贵客所给你的，你一定要吃，不吃是不符合当地的习俗的，但吃的话你胃会不是特别能受得了，而且有的肉已经处于不说了。那边是那个奶茶，喝的也很味道很特别。我也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民族里面，我在学习该怎样的与当地的同工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用神的话语来鼓励，来一起来做一些一同的查考神的话语。这几年来因着施工，我在不同的地区里面奔跑了许许多多的地方，在这些工厂里面奔跑，有时候我坐下来回想一下，我觉得在宣教工厂里的奔跑使我自己成了一个多样的人，我成了一个旅行家，去过不同的国家，去过不同的民族，去过不同的村落里面，我了解很多的一些文化背景，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旅行的时候会问我去这个国家需要什么，去那个国家需要什么，有时候我会跟他们提供一些旅行的资讯，我成了一个旅行家。我也成了一个音乐家，我其实不懂音乐，但是你去一些群组里面的时候，他们载歌载舞，我就开始学打鼓，我就总觉得你们教会应该有套鼓啊，没鼓呀，需要套鼓。刚才那首歌就在这个时刻，有鼓才有劲呢、啊。在非洲的部落里面，每天他们没有时间的，只有白天晚上。那敬拜的时候没有说到几点啊，十一点半我们要准时开始敬拜，不是早晨起来，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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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开始敬拜了。他们从各个村落都来了，那我就开始喜欢打鼓，也没人教我，我也不懂音乐，就自己琢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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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不同地方，只要是一个能拍的我都拍，跟当地一起的印度人也好，尼泊尔人也好，跟藏民也好，跟其他群族也好，巴基斯坦人也好，我们就叭叭叭叭叭叭。后来说自己是个音乐家，当然不是真音乐家了，那艾瑞弹钢琴的是专业，我们只是出了一个声音而已。我但是开始喜欢音乐，特别是那种节奏性的音乐。我也成了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我之前一直是拙口笨舌的，但参与宣教之后，去了很多的地方，看到许许多多神奇妙的作为跟许许多多美丽的见证的时候，你就开始去听，开始去记得，然后开始去讲出来。久而久之，我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到一个地方听故事，记故事。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不同的人讲故事，跟老人讲，跟老年人讲故事，跟年轻人讲故事。我讲许许的故事，他们听的都是啊，这样。他说，有人鼓励说，以后你写下来啊，可以，以后有时间了，有心情了，把它写下来。许许多多美丽的故事，神是怎样是。一个眼瞎的一个从小眼瞎的一个小女孩子，竟然在她3、4岁的时候，梦里看到一个白衣人站在她面前说：“我是那个医治巴迪买那个的耶稣，我如今医治你。”第二天早晨，她眼睛就恢复了那个视力，她生下来就是瞎子。到如今我在马来西亚跟她见面的时候，她告诉我这个故事，很长时间不相信，但后来我说。要相信呢，因为这是神实实在在的作为，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巴基斯坦许许多多极端的穆斯林后来成了基督徒，都很奇怪，他们都是梦到了一个白衣人站在他们前面说：“你要认识我，你要相信我，我就是耶稣基督。”后来他们找到教会，就信了耶稣了。许许多多奇妙的故事讲不完的。那自己工厂里面的奔跑，更加是自己还成为一个。学习了，是成为一个有怜悯之心的人。加拿大这么舒适的环境，我们有多少时候接触那些饱受逼迫的教会？有多少时候看到那些孤儿寡妇，那些被那些恶势力所压制的人群里面？很不多，顶多就是在新闻里面看到。宣教工厂里面所服侍的10跟40窗这个区域里面的国家里面都是如此。
就正因为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奔跑，是我慢慢体会到神的心肠，是我慢慢看到世界是如此的这个败坏，是更加慢慢看到神是如何的使用教会在当地去做出那改变人生命的奇妙的工作，慢慢自己来锻炼自己，操练自己，成为一个有怜悯之心的人。那最后呢，也成为一个非常在学习了，慢慢在学习是爱神的话语的人，一个爱传讲神的话语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宣教没有太多的可以大家讲很多的宣教理论、宣教学，那是我专业，但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参与。神用不同的方法，神用不同的选择给大家，只要我们能够去顺服，只要我们能够去信靠主，去传扬他的名，其实都能够在宣教的这里面。我扶持的机构叫国际福音宣教会，过一会儿我给大家一点点的一个介绍。宣教本地海外，整体的我们称之为普世宣教，就是为主去赢得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普世的宣教。目前宣教上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在这个十跟四十窗里面。大家我相信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十四十窗？没有。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四十四什么意思？四岁到十四岁这孩童之间，如何在信仰里面使这一代的人能够在信仰里面去扎根，接触这一代，使他们未来的时候能够在信仰里面能够有根基，而且被造就，更好的是成为生活栋梁。提出四跟十四之窗呢，是一个宣教学者叫 Louis Bush。Louis Bush 是我们国际福音宣传会美国办公室的前施工会长。他在八几年的时候提出另外一个，先提到这个宣教的概念，这个宣教上的概念就成为近代宣教学所非常重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十跟四十窗，就是在一个经纬度十跟四十的这个区域里面来做宣教工作，主要是指从那个其实北非到中东到亚洲的这段国家里面，这些国家里面大部分的群族都是穆斯林、回教徒、印度教徒，还有那个佛教徒，而且妇女儿童占了将近50%，其中有24亿的是赤贫人口，就是他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那大部分的国家，这里说62个，有人说65个，是不允许宣教士进入的，你不能有任何的一个基督徒的背景能够进来。95%人口属于未得之民，这是一个 Louis Bush 就把这个宣教概念提出来，叫十四之窗，就是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之后到了欧洲，欧洲之后到了美洲，美洲之后到了亚非拉，如今这个地方是最大的一个挑战。福音怎样传到万国万民？福音怎样是在万民中去做见证？这个里面是一个缺的一个口，就是当现在是应该是各个教会跟机构主要是在集中在这方面。不过这几年来，我们更加看到的是下一代人的重要性，所以路易斯布什就提出了一个四跟十四的之窗，相互去呼应。我们机构神使用不同的教会，神使用不同的机构在普世工厂里面做不同的一些工作，那神带领小小的福音宣教会在全世界基督徒最少、资源最少、环境最艰苦的地方去做支持本地的工人，去向本族人传福音，建立本族本土教会的这样一个工作，通过整全的一个模式，就是主要是在十跟四十窗里面。机构是在56个国家，主要是在十四庄里面去建立支持当本地的同工跟教会去工作。那我们有全球有6个办公室在不同的地区，去支持协助跟配合122个不同地区的同的
的工作。这是我一点的背景。滑稽年会一年一度，靠大家，到今年是第几年了？36年，对，36年。36年做同一件事，容不容易？容不容易？36年里面，使用不少人力物力去重复着做同一件事，真不容易。如果不是持守的意向，如果不是持守着从由上而来的感动，很难很难能够在这么长时间里面去参与、去坚持，很难能够。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意向，不是神的带领，很难能够在宣教工厂里面走得长、走得远。我们盼望大家多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的拆会年会，多为华西祷告，多为我们的华人教会来祷告。无论是在本地也好，无论是在海外也好，求主能够积极的来兴起更多的工人，兴起更多的教会能够积极的参与的普世宣教工作，使千万的灵魂能够进到神的家里面。华西三十六年里面，神使用华西教会去每一年都是这样的，透过宣教联会传递的宣教的意向，去分享着前线的这些的信息，去征集代祷的勇士，同时去募集施工的捐款。之后呢，也是派许许多多的短宣队到不同的工厂里面去服侍，支持了许许多多的前线的工作，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盼望大家多了解一些。我知道36年里面，每年我们参与的时候，大家觉得啊，这一年又开始一轮的东西。但是我们想想，这个时间其实最好的一个时间，让我们去反思神在普世的心意，也可以反思我们到底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现在又在做着什么。普世宣教从来不是为个别人，也不是为了个别的教会的喜好跟负担去设立的。普世宣教也从来不是只是为只是要由个别人或者个别教会来承担来去运作的，从来不是。普世宣教其实是实实在在的，是我们每一个蒙召的基督徒所要去履行的、去思想的、去体贴的、去寻思的神他自己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他爱万国万民，他自己被父神去差遣，他现在又差遣，从第一世纪又到如今，他不断的差遣他自己的子民到普天之下，在万民当中去传扬天国救恩的好消息，同时将他的爱和公义和怜悯在不同地区透过他的教会彰显出来。这是神的心意，这也就是普世宣教。这是一个大工程，非常复杂，也非常艰巨。我们可以说它是工程，但这个工程呢，是关乎一个生命建造的一个工程。这个工程不是一个人、几个人、几一群人、一个国家、教会能够去做到的。神给普世宣教跟普世教会的一个命令，就是全体教会要带着整全的福音走到全世界里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the whole church take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我们常常听这句话，全体教会带着整全的福音走到全世界里面。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其实别无旁贷，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也没什么可选择的。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在你的恩典里面，你的旨意里面拣选我们。主啊，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因着你的恩才成的，并且你的恩典绝不突然。求你来激动我们的心，求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再更加的去认识你，更加的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带着你所交给我们的使命，交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走到身边的人群，走到远处，将你大好的福音传给他们。
使他们做主你的门徒。谢主带领今天的聚会，要这样感恩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宣教来，简单来讲呢，就是从神的角度讲，就是神要万民能够听到他的救赎，领受他的救赎，归到他家里面。从我们信徒角度讲呢，其实宣教就是我们回应了神的这个呼召，回应了神的一个带领，去顺服了神的这个使命，透过神的智慧、能力和权柄，能够走到群组里面，走到失丧的，刚才我们唱诗歌里面，失丧的世界里面，失落的人群里面，这个败坏、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去传讲福音、做见证，然后使人、使那些未得的之民能够到神面前来，成为他的门徒，作为主门徒，就是跟神之间有这样的关系，就是来像学生跟夫子一样跟随他、效仿他，一生能够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美身。这是宣教工作。宣教工作其实形式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多样化，参与的形式也可以许许多多不同。宣教呢形式，我们可以有针对儿童的，可以针对妇女的，可以针对那些难民的，可以针对一些老人家的，可以针对一些有病人的，也可以针对一些不识字的人。宣教的形式许许多多，参与宣教的形式也可以不同。你如果神感动呼召你，可以来成为宣教士走出去，神也可以来选招来训练你成为宣教的一个推动者。如神也是来鼓励你，可以成为为宣教代祷跟奉献支持和在背后来一直来支持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从哪个层面都可以参与宣教。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对宣教离我太远、也太大、太深啊，那其实是挺大的一个借口。我们需要在当中有一些这样的反思。宣教是人人都要去参与的，可以不同的形式，可以不同的方法，但是都要参与。这是主所给门徒们、跟随者他的一个命令。有主的命令，那我们要不要听？主给我们命令，我们是他的仆人，是他跟随者，我们要不要听？要听。既然宣教是人人都参与的，那么今天的主题又是跟宣教上的主题。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想，听宣教我们都是坐在这里去听，我们听的有时候很多信息，也看到很多的东西，听完了我们走了。我就想，不如今天早晨在这个讲台上，我们稍微操练一下人人参与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稍微换一个形式，平常都是讲员在这里讲，你们坐着听。我当然不是让你们上来，我再坐下听，不是这样，不用紧张。邀请你们一部分人的也的参与。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一个经文，回应宣教上的一个经文，是在列王记下2:19-22，是一个 story， 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大家刚才读过了，是不是？简不简单？简不简单？简单啊！你们都点头了。就是说，耶利哥城人告诉以利沙说，这个地看着很漂亮，但是水呢怎么了？坏了，你能帮忙？然后呢，以利沙就说，你拿一个新瓶装什么？装盐给我。然后呢，他们就做了。然后以利沙呢就拿这个新瓶里面有盐倒了哪里？水源。然后他就倒下去，然后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我医治了这水，从此呢必不再使人死，地呢也会有，不会不生产而落了。之后呢，这个地就这个水呢就治好了，直到什么时候？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故事简不简单？简单。好，简单的话就看有多简单。我现在邀请四位志愿者到台上来。志愿啊，我不点名。如果你实在不上班，那我就开始点名了。我至少还认识几个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们自己想啊。牧师也在。四位弟兄姊妹随便，很简单，我只是让大家上来重复这个故事而已。上来吧，四位弟兄姊妹随便。哦，好，掌声鼓励。老姊妹的上来了，你们还坐着上。两位姊妹了，弟兄在哪里？弟兄在哪里？
欢迎。再有一位，好，两个两个，我们两边都站，两边在这里，两边在这里。另外一个弟兄在哪里？啊，弟兄呢？怕啥？小孩子也可以，随便来，走。很简单，这个呢就是要重复一下今天我们所讲信息的这个故事。那你们，我再把这个故事呢读一遍，你们尽量记得这个故事，好不好？听我来讲神的这个故事。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以利沙就走出去倒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记住了啊，我们开始来重复这个故事，考记忆，没有书本，没有 PowerPoint， 考记忆啊。好，耶利哥城的人一个一个来啊。耶利哥城的人对你们可以参与，不过要看。对以利沙说，说什么？说这个水不好。哎，城好，地方好，是这意思。对，这城地是美好。美好怎么了？美好跟着水病了。哎，我主，你都看见了。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水怎么了？水不好，不仅不好是什么？我们要准确知道什么？地产生的不好，水不是不好，水是病了，恶劣。好，水恶劣，然后呢？以利沙说，还没到。水恶劣，然后怎么了？说地产不熟而落，非常好，土产不熟而落。然后以利沙说什么？以利说就拿盐来，就这意思，拿一瓶水放盐。啊不是，要拿一个新瓶装盐吧，装盐给我，盐给我。我就带着瓶子到水源的地方，漏了一句，就是他们把这个，他们拿来给他。那我就是伊丽莎把瓶子带到水源。好。嗯、然后说什么？把盐放倒在水里。对。然后伊丽莎说：“等一下。”伊丽莎说：“那个耶和华。”耶和华医治了这水，说由这水会好了，然后人必不死，然后出产必熟还是什么？好，就是我耶和华说，我医治了这水，从此呢病。不再发生了，人不再使人生病了，不单单是生病了，死了。然后呢，也不再使地土不出产，不再生产，不再生产。于是呢？如是，就像以利沙所说的，于是水就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伊丽莎所说的。好，大家掌声鼓励。别走。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故事里面，你看到了人，看到了什么？关于人，你看到了什么？看人的丑恶，人但是要信神，信主的话，
是不是？因为他知道耶利沙是伊丽莎是神人，是不是？必须要信他的话，100%不能改动。关于这故事里面，关于人，你看到了什么？是个人。我相信了，信了，他信了。即便你看到了什么，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关于人，你看到了什么？人无能为力，人是无能的。对，人无能为力。弟兄，关于人看到什么？当他刚才讲，他看到人无能为力呢，他就顺服这个神的代言人所说的去准备。嗯。看到人，就说看着人去寻求神的帮助吧，去找人的帮助。非常好。那你听到了关于人，我们看到这些人是没有能够有问题了，自己不能帮自己，然后去找神的仆人来干嘛？帮忙。好，那关于伊丽莎，我们看到了什么？伊丽莎就是100%的服从、信从，没有改变，至死不变。至死不变，非常好。伊丽莎应该是去看到他会去求告耶和华吧？求告耶和华，非常好，弟兄。经文里面讲的，他伊丽莎这个为什么要拿个新瓶装盐？我想这是神给他的启示吧。那这个真的神的启示。看到伊丽莎什么？看到伊丽莎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是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做。非常好，好，好，看到伊丽莎。那再有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这故事里面，你看到了神，看到什么？关于神看到什么？看到神爱世人。如果是大家请求他的帮助，他必然是帮助我们，而且是直到今日，永远是不变的。神是万能的，无所不能。非常好。神借着这个，也许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的一些工具方式来医治那个病。我觉得神是不是就说要从一个本质上去改变这个地的为什么不出产？我个人觉得最重要就是要信，就是 absolutely 就是信，你不能有所有改变。好，非常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别紧张。最后一个问题，在这个故事里面，关于你自己看到什么？当如果要是说我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就要去寻求神的帮助，因为在这个故事里边告诉我们，神永远都是会爱我们的，而且神是万能，他不会说因为一点的事情啊，就会说是放弃我们。非常好，谢谢。我看到就是说，我们无时无刻，就是时时为什么时时祷告，时时脑筋里除了神以外，其他的什么其他思想没有，我们主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信从他 100%， 就这样。关于自己看到什么？神的恩典的方式可能有许多不同，也都是借着他儿女，就是一个顺应的方式，按照他的感受或他的领受去做医治的工作，去做带来人做医治工作，或者是做那个重建工作。关于自己看到什么？关于自己，我觉得我看到就说，我们解决有时候就说自己罪或者什么的问题，我们没有找到源头，可能神是要帮助我们去找到水的源头在哪。好，谢谢谢谢，掌声再次鼓励这些。四位的弟兄姊妹的这个参与，刚才给大家所展示的、所演示的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不能够再更仔细或者更准确的去重复圣经故事，跟去一起来探讨我所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刚才我给大家所展示的这个讲故事，是在重复这个圣经里面故事，非常要准确的。重复圣经的故事呢，是现在普世宣教里面针对未得之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和一个
工具，就是讲圣经故事，就是我们常说的 storytelling。 要知道全世界啊，现在人口有大概三分之二的人他是不会读，不能读也不愿意读的，这批人他是完全是一个口语的学习者，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他对所有的信息的接受跟吸收理解跟传递都是透过什么口语，都是透过讲。十四庄里面的人大部分的人都属于这样的一个群组里面，没有自己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也没有圣经。那我们如何向他们来传讲神的话语？难道你跟他讲三福吗？你跟他讲救恩论吗？你跟他讲神的拣选吗？对这样的一个群组里面，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准确的把这个圣经故事简简单单的讲给他们听。无论他们在种地的时候，无论他们在烧火的时候，无论是他们在甚至打猎的时候，你的那些宣教士们走到他们面前说，哎，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些群组里面对故事，他们文化特点对故事非常非常的有兴趣的。从国内来的人，我们从小都是听什么长大的？三国演义啊，西游记啊，水浒传啊之类的，能记到现在，为什么？从小就是听那些故事。如果这样群组里面你不断的跟大家重复，准确的重复这样的故事，同时期呢你可以慢慢重复完故事之后再问这些问题。哎，故事里面看到人怎么样啊，看到了神怎么样啊，看到了你自己怎么样啊，基本上这些的群组都会在故事里面去反映出回应出他们自己的生活状况跟他们自己的盼望，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盼望跟希望都在哪里。因为本身神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这就是一个讲圣经故事的一个非常美丽的一方面。刚才只是给大家做了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演示。他们听了故事，他们记住了，因为那这个群这样的群组都是记忆非常强，我记忆力非常差的，记完之后他会回到他的群组里面，村落里面重复这样的故事。就这样神的话语在这些群组里面传开了之后呢，神会有使用不同的工人，本地的也好，宣教士也好，进到他们里面跟他们再去跟进再解释，之后他们就更加明白关于神的救恩，更加明白神的公义跟怜悯，就成为主的门徒。我们用这种方法在一些部落里面，在一些群组里面传了许许多多的福音，向许多人传福音，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教会，就教会就这样建起来。难不难？讲故事难不难？你们哪个人不会讲故事？这样的话还说自己没有能力没有方法去传讲福音参与宣教吗？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在本地，在他乡，在自己本族人，在外族人，就做一件事，就讲神的故事，这个至少是我们能做到的。你们故事刚才讲都好啊，虽然以后可以更加好，要准确的记得故事里面的内容。好，神借着以利沙，早晨这个信息，借着以利沙来医治了耶利哥城水的这故事呢，其实就是一个关乎神拯救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关乎神选民在人群当中去做宣教的一个故事。我常常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世宣教的一个图画，其中一个图画，一个地方有麻烦了，一个地方美丽却是病了，那神差派他的仆人走到他差派他的使者走到那里，神的使者在那里做一件事，什么事？只做一件事，什么事？他宣告主的名，说耶和华，他不是说我这样说，伊丽莎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啊。然后呢，他做了神让他做的事，这个水就什么治好了。谁完成了这个工作？谁的能力完成这样的工作？神透过谁来做成了这样的工作？伊丽莎。这就是结果是什么？那个水好了，那个对，不再从此不再使人死，而且也不再使土产不熟而落了。直到阿姨说的非常好，直到现在，正如以利沙所宣告的，这就是一个普世宣教的一个缩影，一幅图画。其实整本圣经都是在讲
一个故事，神要向他的要他的子民在全世界去传扬福音。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他要世人认识他和归于他，他要治理他所创造的，他要治理我们的家园。那神也爱世人，他有丰富无尽的怜悯、公义和慈爱，他不愿意一人成人，愿意万人都能够悔改得救，人人都悔改得救。他也有应许啊，他说万民都会因这细心之父亚伯拉罕而什么蒙福啊，就因他的名而蒙福，成为弥赛亚的产业。他同时呢，他有 action， 他有行动，他差派人来，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了十字架上的救赎的工作，复活了基督之后，也宣告了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怎么样，都给了爱子耶稣基督，都给了他。他如今呢，也要差派他的百姓，他的跟随者们去完成他开始的这个工作，并且呢，差派圣灵与每个人跟随他的人去同在，并且耶稣也会也指出，也甚至预言说，要在普天之下的民族当中建立他教会，福音要传遍天下，在万民中做见证。末期就到来，他也会再来。弟兄姊妹，这个简简单单的话语就是一个普世宣教的一个图画。以利沙医治这水这地，其实故事就是一个普世宣教的一个缩影。弟兄姊妹，在这个图画里面，在这个缩影里面，在这个故事里面，刚才我问了许多问题，再过一个问题，你我在哪里？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图画里面，你我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这个故事很简单，它告诉我们两点。刚才这个老姊妹其实已经姊妹非常非常有精神魄力的姊妹，说回那个老字，姊妹非常说得好。这个故事就关于一个顺服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宣教上有两大重点，第一个顺服。主耶稣复活之后，我们背的不能再熟的一个命令是什么？我们说大使命说什么？你们要去到万民当中，使万民做主门徒，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干嘛？施洗，然后怎么样？不是，然后就是把他所教导的教导给他们，然后神还应许说，我一直会与你们干嘛？同在，知道哪里？知道什么时候？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常常说的大使命，熟的不能再熟了，熟了已经没感觉了。有时候听起来有感觉吗？大使命再说起来，你还会兴奋吗？你还会再为此去冲、去祷告、去流泪、去参与吗？当年跟随耶稣的这批人，我们想一想，不是渔夫就是什么人？农民，放羊的。然后就没什么太多的知识文化。当时耶稣跟他们讲，你要在本地，你要在万国里面去传讲福音。对这批人从来没离开过，巴勒斯坦地，这只有2.4万公里的这批地的人，意味着什么？没意味着什么，就神的命令。但他们只做一件事是什么？就是顺服了神的这个生命，顺服了神的这个命令。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普世宣教无论是在本地在海外，有时候谈起来就一个非常大的印象，就是太远了，太复杂了，太难了，太不切实际了。但是从第一世纪到如今，信徒们对大使命的回应就是一个什么？一个顺服。当我顺服的时候，神他自己亲自动工。当我们对神的命令有回应、有顺服的时候，神他自己来做这奇妙的工作。就像以利沙是以利亚的什么继承人呢？当神呼召的时候，以利沙在干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历代志上告诉我们，他在耕地，在放牛啊。谁能知道他能够成为以利亚的继承人？谁能想到他会之后为主来做这么奇妙的事？谁能想到他自己可能都没想到他能够去医治这地？但他做点什么事，神呼召了他
他就跟随了。神借着以利亚来训练他，他就跟随了。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应许，什么？透过以利亚给他的愿感动，愿感动以利亚的灵来加倍的感动以利沙。整本圣经，各个时代，神在信仰里面的经历，其实都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神选拣选平凡的人去做不平凡的事。神的呼召、神的带领、神的作为，常常都是超人，叫人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到那些认为我们不可能的事。你认为你不可能参加，不可能参与宣教；你认为你不可能使一些事情能处理；认为你的参与，你不可能参与，能够使在尼泊尔的山头上能够建起一个教会，真是这样吗？你要不要试一试？你要不要试一试？当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看神怎么去成就在你身上你所奉献出来的五饼二鱼。问题是我们到底愿不愿意？这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学普渡传教很复杂也很简单，从哪里开始？从一个顺服的功课开始。仔细想一想，神要求看看大使命，看看周围的环境，神要求我们跟随他的人做的事呢，其实不容易的，要求不低啊。刚才说过，大使命背起来很容易，做起来难不难？大使命背起来非常容易，你们大家背得非常好，做起来难不难？难不难？难。是啊，神耶稣让我们去干嘛？走出去，让我们去爱邻舍如同自己，让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让我们去赦免曾经伤害冒犯过我们的人，让我们去扶助贫困受压迫的人，让我们去走到那些困乏穷乏的人当中去分享我们自己的东西，让我们甚至是牺牲自己的成就去完成他人的意愿，让我们有一个背起的自己的十字架，每一天要跟随他走天路的这样一个生命。他还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有影响力啊，我们是神，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成为要成为这个世上要成为干嘛？光和盐，光去驱散这些黑暗，盐是什么？调和味道的。他在这混乱里面，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去看看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让我们做这些事，难不难？真难啊！没一件事容易的。我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些图片，看起来有笑嘻嘻的，是不是很精彩？去过那么多地方，你们跟我走走试试，你们跟我爬山试试。你们跟我一起在丛林里面跟蛇、跟那些老鼠一起睡觉的时候试一试，不容易的。但要不要出去？要不要听？我这样一个个子不高、没什么东西的，也要去顺服、去走。那神给你的命令、给你的呼召的时候，你可以做许多不同的，但一样有果效的福音的工作。其实这些话都不用我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神交给我们的事没一样容易做的。我参与宣教的工作时间不长，服侍的工厂也很有限，但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印度的山区里面的疟疾是多么的厉害。那里的死亡率，一个山头的死亡率60%，就十个人里面六个人就会死，在他30岁之前会死。我也会告诉你们，在非洲的艾滋病和结核是多么的凶恶，每一天有15000人因为艾滋病跟结核在非洲而死亡，非洲人而死亡。我也可以告诉你们，在尼泊尔的暴徒他们是多么的凶残，把我们同工的家用铁链锁着一把火全家烧死。我也可以告诉你们，青藏高原的藏民对福音是有多么的抵触，5-6年的缘我们只带了10几个人去信主。我也可以告诉你们，在柬埔寨卖一个儿童的价格只是你们手里拿了 iPad 的价格，400美金。我可以给你们很多许多的数字，你们可以看这些数字。一样还是那句话，当我看这些数字的时候，是我们的 passion compassion burden 更增加了吗？还是我们看着这些数字已经麻木的没什么感觉了？
这个我常常使用。我们在这里坐了一小时，喝了茶，在这里唱了圣诗，听了我们讲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面，全世界这么多数字，关于儿童，我们不在谈四跟十四之窗吗？这实实在的四跟十四窗里面的儿童们，就在一个小时里面，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想看到全世界怎么样吗？今天超过20亿人不认识耶稣，3亿5千万的人口没有任何渠道接触过信仰，接触过福音，全球2/3的人住在亚洲，70%的亚洲人没有听过福音，4000多个语言的 language groups 这种 language 这种语群呢，没有圣经。全世界一共有一千七百个民的群组，3700个群组里面没有一个宣教士，没有一间教会。全世界一共有大概10万个宣教士在不同的工厂里面，每30个宣教士里面只有一个人是在这21个人里面去工作。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奉献$100所提的奉献只有1 penny是用在21的未得之名的宣教工厂里面。求主医治得地和七上的人，做的事很多，也很困难，挑战非常大，因为我们不单单是在跟着世界的不公平，跟那些丑陋，跟那些的贫困、饥饿、疾病在作战。真正的根源，刚才这位弟兄说的这种根源，是我们是在做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在天宫中做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征战。福音工作实在是难，我去的所有的地方美丽的不能再美丽了。我在云南的时候看到云南的那个山真漂亮，正如这伊犁哥城人说，这城的地势美好啊，但是怎么样，水恶劣，不是坏了，不是什么，不是不好，是恶劣呀，就这个地坏了，很漂亮，但当中的属灵跟整体的环境都已经病了，需要神的医治。而神的医治是透过谁来完成？他自己的仆人以利沙做到了，从第一世纪到如今，千千万万的信徒都做到了。你我今天是否也能够成为以利沙，拿着水，拿着装了盐的新瓶到水源里面来医治这地？福音宣教的工作非常难，我们是在做一个征战。福音是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而改变世界这个福音是需要人去传讲出来的。我们有一个中国有句话是什么万里什么始于万里行始于什么始于足下，宣教工作也是如此。这么大的普宣教就开始于我们的顺服，就是踏上宣教路的第一步。第二个，宣教的工作集中起来就是一件事，就是宣扬整全的福音，整全的宣扬耶稣基督。以利沙他因着顺服呢，他接替了他师父以利亚的工作的时候，神差派他去工作，并在他独立的服侍开始之前呢，刚才提过说神将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了，感动了以利沙。这说明什么？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他自己会亲自的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权柄，给我们信心去做他要我们完成的工作。当我们持守了神的名，当我们持守神的道，不弃绝神的名的时候，耶稣他亲自应许说什么？他会给教会干嘛？打开一扇门，而且这个门一旦打开，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什么？没有人能够关上。我们在中国西北有城市里面做艾滋病的一个福音工作，当时是神感动一个小小传道人，带领了17位老人家，年龄是在65到83岁的老人家，看到了在当地艾滋病的破坏和艾滋病人他们灵魂的需要，他们就开始那工作。那个城市里面本身就不是富足，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多人像躲那些瘟疫一样躲着他们，
没人能够帮助他们的。他们当时来抄那个福音，他们的福音单张，他们的宣传东西，全是靠老人家每一天在家里抄写出来的，给出去别人就是扔在旁边，他们接着抄，因为没有任何的资源他们可以让他们使用出来。社会不接纳他们，当地的教会认为他们是异端，觉得他们干嘛每天往红灯区跑，干嘛每天去接触那些艾滋病人，干嘛每天去到那个妓女面前去看，跟他们去谈话，不接近啊，认为他们异端，不理他们。那些被服侍的那些艾滋病人也没有好，也没有对他们客气，以为他们是其他的，借着他们去换赚取暴力的一些的机构，像红十字会一样，在国内的，所以拿刀枪棍棒常常砸他们窗户。他们前段时间刚刚被那个莱诺尔他们的房东赶出来，因为他们太多的艾滋病人来找他们，真难，好难。但他们就做一件事，就顺服。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还做这件事，你换一个方式做吧。他说，第一，我没人做这件事，我们要去做。第二，圣经里面的告诉我们，我们要走到罪人当中去服侍，不是要被别人来服侍的。刚才不是唱了首歌了吗？他们是被认为是罪人，我们要去服侍他们。圣经告诉我们吗？说的是，他们顺服了。到如今啊，六年里面那么难，但到如今，他每年接触3000个艾滋病病人，他们已经推动了将近1200个志愿者，而那大学生们去参与这样的工作，许许多人为此听到了福音，很多农民工、同性恋、艾滋病人都在当中被得到了非常全整的一个关护、关爱。前段时间他写 email 给我，他说我们现在开始一个艾滋病孤儿院的工作，一样没有经费，一样没有支持，但神给他们开了一个福音的门，到现在不能过关了。他们是在当地到今天，刚刚到今天为止，他们在当地是整个全国是唯一的一个以教会为背景的关于艾滋病的一个工作被政府所认可的。政府刚刚给他们发了个牌照，他们可以在全省范围内开始这样的一个福音工作。只有3个半童工带领了17个老人家，但是推动了1000多个人，关怀3000多个艾滋病人。神一旦给这些所顺服的小小的没什么名气的没什么能力的人开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关上门。我们的信仰要去传播出来，我们不是来逼迫别人来相信耶稣，我们是向传递神的爱，传递神的怜悯，传递神的公义。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在权力里面要去彰显出来，去来做出来的。神他自己广大的和尚收割的神他自己，我们做的只不过要去浇水，要去耕耘跟培养。以撒开始的服侍，神成就了美好的事。那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宣告说，他开始耶稣基督他自己刚刚服侍的时候，他自己也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所悦纳人的喜年。路加福音4章，主耶稣第一次来公开他自己的弥赛亚的宣告。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要传福音，同时我们要去彰显神的怜悯和神的公义。这就是我们作为教会要带着一个整全的福音，走到一个全人需要关怀的时代里面。再次的鼓励大家来为宣教联会祷告，去思想宣教的信息。华基这么多年来透过我们机构已经在这其他几个地方来做了这么多许许多的工作，很多工人被支持，很多教会被建立，许许多的一些的人被来支持，还有很多的水井都挖到了，云南挖了好多井，当地的村民都有了纯净水可用。很多美好的事，神的国就是这样扩张的，也正如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天国就好像一粒芥菜种，原本是百种里面最小的，但长起来却比各样都大。盼望每一个人，当我们顺服在主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承担的使命，到外族当中，本地外族当中传扬耶稣基督名的时候，
神就会将那感动成千上万的宣教士传道者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使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凭着信心，一同传扬主基督的美名，一同来医治这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给我们的鼓励，也谢谢你的恩召在我们身上，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无论是我们在本地在他乡，都能够为主做奇妙见证。感到高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听到这个世界很多很大的需要，可能会想，哎呀，这个需要太大了，我能做什么啊？我也不是伊丽莎。有没有留意伊丽莎是用什么来改变那个水的？盐。我想我们最起码可以做点盐吧，这个上帝可以用我们，只要我们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一定马上去很远的地方，在本地先把我们自己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为你做点事，求主帮助我们。华基联会每一年都鼓励大家做三件事情。请拿开这张纸，单张的，我们拿开笔啊，没有笔的话呢，我们教会前面有笔的。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要做个祷告的勇士，每个人都可以做啊。你有没有人说我不能祷告的？没有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祷告，为宣教士祷告啊。那一些宣教士呢，在另外一张纸，大的那张里面有很多名字的，看看你能够找到罗川没有。第二个中间这里 LUO 这里就是他，那我们今天听他讲了，所以应他在他年前面打个勾了，我们就为他们祷告。还有许许多多的认识的不认识的，我们都愿意，那不要太少也不要太多，你比如说都把人都选的话呢，基本上不祷告的没意思，按照你能够做的，比如说一个星期七天，每天为一个人祷告，这七个人，但是我鼓励每天可以为三个宣教士祷告，这21个了。好，然后他们按照名字，认识的不认识的就可以为他们祷告，为宣教士祷告，为福音的合场祷告。刚才我们看到世界上面亚洲非洲是的需要远远超过很多地方，我们可以为每个地区祷告，为每一个群体祷告。另外呢，为那个教会的宣教事工来祷告。我们教会感谢主带领我们在不同地区有短宣的工作，现在我们短宣队在那个牙买加，今天这个时间他们已经开始他们的复复营的工作了。然后呢，再过几天，下个星期建议明天走了，我礼拜三走了，我们去礼拜天做一个音乐布道会探访等等。这个是牙买加。12月底我们去阿根廷，明年2月再去阿根廷，粤语、国语还有其他地方，我都为那些教会的福音工作来短宣的工作来祷告。祷告呢是人不能去，我们心去，是吧？但是我们心在哪里，我们的钱也在哪里，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真的实实在在的为宣教的工作来奉献。所以西地上下穿宣教的奉献每个月多少等等。金钱呢在神的国度当中不是最重要，确实很重要啊，没有金钱做不了什么事情。刚才说一个孩子几百美金就可以把它卖掉，假如有几百美金可以把它赎回来。金钱可以害人，金钱可以救人的命啊，也可以差派同工去把人从灾难当中拯救回来，改变人的命运。所以金钱不要少看它，我们100块钱不算什么，我们吃一个晚餐，一个家庭100块钱晚上，但是呢100块钱可能支持一些同工一个月的薪水，这个是影响他们许许多多的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求主感动我们，愿意为宣教来奉献。我们奉献当中经常建堂宣教，你把金钱放在宣教里面，这个是这个是在我们教会支持经常奉献以外的一个奉献。好，第三呢，行动啊，我们国语堂弟兄姐妹可能新移民比较多啊，在外的地方不方便，但是我们都可以行动的，我们可以参与学生的工作，我们可以在这里
我们慢慢发展更多的事工可以参与，我们可以去博物堂去支持我们的姐妹教会，我们可以去短宣的工作行动方面可以参与啊，在第一次决定、第二次决定等等，再马上打个勾，好吧？马上填，填的话呢，等一下我们到唱诗的时间、受奉献的时间，就把它这个表放在那个奉献袋里面就可以了。把白色的拿出来，这个放在奉献袋，这个你自己留在你的圣经里面来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好吗？好，我们愿意的话呢，现在做，我们请带领敬拜的姐妹来带领我们。啊，唱诗，然后一面唱的时间一面填。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我唱传道有没有激励起你心里那么一点点火热？宣教、传福音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他儿女的一个使命，所以。你说可能我没有那么大的使命，我要放下工作放下家庭去宣教，但是弟兄姐妹就像牧师刚讲的，你可以用金钱，你可以用你的时间，就像我们下礼拜我们要去牙买加，那里治安非常不好，但是我们需要你们的祷告来扶持我们，来托住我们这个短宣队，我们也盼望我们去，但是你们在这里跟我们的短宣队跟我们的传福音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的祷告也有份，好不好？让你在填的时候让神感动你，有更多的愿意参与服事参与祷告在这当中，好不好？我们请起立，对